出，直到你闯入我的世界。就算这世界破裂成一片黑暗，我们在黑暗中放任。其实和光也横摆分手的那片汪洋，我看见了无比崎岖的方向，麦田尽头有一抹金黄。就算我是光，光芒万丈，一个人能怎样？赴汤蹈火也只是为了你记得这一切最初的模样。还是不愿意来见我。你先别多想，把手术做了，其他的事情痊愈了再说。就算我死了，他还是不愿意来见我，对吗？保安怎么了？我去叫医生。是我告诉方志静的。那个时候，我的未来就摆在眼前了。我终于不用活在他的阴影之下。可是他偏要去招惹方志静，他偏要去。我求过你了，我都已经求过你了，你为什么不愿意第一次捅啊？你明明知道，他是为了你才去的。我知道，我都知道。可那天方志静来找我，我太生气了，我恨他，恨得只想毁掉他。我就告诉方志静，李寻的姐姐住在国江饭店。李寻说会盯着你，他就一定会盯着你，不需要我费心。要不是因为李寻的姐姐来了，你以为他会放过你？等李寻的姐姐走了，他有一万种方法让你不好过。我只是想教训一下李寻，我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我也没想到李兰会死。我害怕事情败露，我害怕李寻从方志进那里知道是我说的，我就只能让他更恨方志进。我害怕，你懂吗？我真的很害怕。这件事情我一直想忘，但怎么也都忘不掉。我还梦到我们三个站在山顶上，一起聊着蓝怪 APP， 梦到我们三个在基地散伙饭的那天站在天台上聊着各自的梦想和未来。我们 LNP 永远给你留一个合伙人的位置，我们 LP 永远有你的一份。
永远的三人组。那个时候的我们真好。